什么半夜三更开车开的这么快啊？你半夜三更来这干什么？李叔他跟我说你开会会开的很晚，叫我拿点蛋糕给你吃啊。喂，怎么了？转来转去的，满头大汗，满脸发青啊！下车，快下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家嫂子，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别害怕。红鹰羊让我杀了。你杀了红鹰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有鬼在推它，撞到我刀子上了。那怎么会杀了他了呢？只是把小刀而已。那他的尸体呢？在车尾箱里。 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报警拉证，你无心的，告诉警察，你是无心的就没事。有心无心怎么分得出来呢？到了警察局就是犯法，杀人要坐一辈子牢的。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办呢？让我想想看，我想找个地方，快一点把他埋了。好，我跟你一起抬尸体，你一人抬不动我，我跟你一起抬。不要管他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吗？ 阿珍的爸爸了，既然你们都有错，就当了结了。
阿芝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富贵过，难道让他享享福？这次我也是无心做错了事，你千万不要怪他。求你以后不要回来找他报仇啊！如果你要报仇，你就害我好了。你瞪着眼睛看我干什么？哎，这个。 胡云阳的车在我的公司楼下，还有谁会知道呢？会有谁知道？回去弄走他。这才第一个回合，起来！起来呀！接着来呀！你挑起我的瘾头了。快点把那些资料拿出来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哎呦！喂，谁呀？大少爷，有位林先生说找你哦。叫他在书房等我。 麦先生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办公室等了你多久啊？发生意外的事很难说的。什么很难说？什么意外？麦先生，资料都齐了，行了吧？没问题了啊？ 代价就大一点，不过值得的。你以后不要再找我，麦先生，可别这样啊！或者以后我有事找你帮忙呢？那要看我愿不愿意理你。也许以后你有事找我帮忙呢。麦先生，话别说得太绝了，留个余地。 这些资料哪来的？阿正的秘书放了份 copy 在这儿。你们在谈公事？啊，没事，你们慢慢谈，我先出去一会儿。下午有没有空？有东西给你看。我也有很重要的文件跟你看，并且要你解释一下。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。 这些资料你从哪儿来的？想办法弄来的。阿正，我不想非法得来的东西在我们的公司出现。有什么不好吗？我们不这么做，别的公司也会这样做的。你授权我去做，你就要信我，放手让我去做才行啊！你再这么下去，你别打算我放手让你做任何事情。 你知不知道我付出多大代价才拿到这些资料？我不管。总之，非法得来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接受。有线电视的计划，你暂时不要做了，我自己来接受。你再说一次。有线电视的计划，你不要再做下去了。OK。 阿正，把这些资料拿走。 洪先去这两个警察啊！走走走走走，我们是东区重案组的警察，这次来的目的是想告诉你们，今天早上9点钟左右，在柴湾附近海面发现令公子的车。嗯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洪先生，我们想见见令公子，他们还没回来。令公子有没有打电话回来说他去哪里了？他没这种习惯。洪先生，我们想知道令公子昨天和什么人在一起。 你们只是发现他的车吗？洪先生，如果你也不知道令公子的消息，我们怀疑令公子被人绑架了。啊！绑架！洪先生，最近有没有收到过勒索电话？绑票！阿东，阿东啊！你要替我把阴阳赎回来，那帮坏人真是。
没良心的，我就生这么一个儿子在身边，他们还要把他绑走。如果他有三长两短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情愿死，我情愿死了算了。如果他有三长两短，我还是死了算了。现在他不一定被人绑架，也许他跟朋友出去玩忘了打电话呢。你根本不关心他，说的好容易，现在阴阳被坏人绑去了，你开心了，你高兴了。我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怎么不会这样啊？啊，我早知道了，你们都不关心阴阳，都不理他，就剩我一个人。啊，我的命好苦。阿姨，阿姨，爸爸，二哥不会有事的。如果是绑架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打电话来要赎金的，是不是？不会有事的。没事。看了报纸没有啊？看了。你怎么办呢？看了有什么怎么办呢？你看了现在。喂，什么事这么紧张啊？胡阴阳的车已经飘上来了。啊，哎呀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情呢。那个人呢，他活该呀。哎呀，平常专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哎，报纸没有提到他死啊。啊？哦，报纸没有提到啊？这不过是早晚而已的吗？如果我是那些绑匪啊，我收了赎金呢，就撕票啊！这种人呢，死十个也不算多呀。哎呀，阿正啊，哎，我晚上不回来了，我上街啊，就这么样了，拜拜。你镇定点啊，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没用的，你知道吧？警方现在有了新的仪器，只要在我们的衣服上的纤维或者头发，就可以证明凶手是什么人呢？你叫我怎么镇定呢？如果他们现在真的有线索啊，就不会怀疑胡阴阳被人绑架了，是吧？喂，你做的很失败啊，手脚太不干净了。哎，有没有兴趣到我那儿喝一杯啊？林峰，那，你，喂，喂，进来，坐坐坐，随便坐，不要客气啊，随便坐，不要客气。要不要喝点酒？我不是来喝酒的，有话你就快说。喝点东西再说好不好？来，喝点东西。看完之后再慢慢说。你们公司的闭路系统做得很好，很清楚，可惜不是彩色。给我杯喝的，给我杯酒。哎，OK， 要多少钱？开个价吧，开个价。我不谈钱的，你别跟我耍花样。我不耍花招，麦先生，我说过，我当你是朋友啊。我想你给我个机会去你公司。你还不说跟我耍花招？麦先生，你该知道的，我在洪卫东的公司被人押出来，我没有朋友，现在也没人请我。想请你给我个机会去你公司工作，帮你的忙，借这个机会给洪卫东看看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跟岳岩什么关系？你应该很清楚，我不可能办得到。我知道你办得到，我认为你能办。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拿点钱就算了，好不好？那麦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当你是朋友，所以才让你看那卷袋子。你究竟开不开价啊？我给你点专业意见，让你参考。少废话，我不想听。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谋杀？只要你有杀人的动机或者是意图，不论是有意或者无意，如果把对方杀死了，这就叫做谋杀。告诉你了，我没有杀他的企图。你有企图，是你自己先动手打胡阴阳的，电视都录下来了，你还以为他是害死你爸爸的杀人凶手，你想动用私刑，所以引他到你办公室然后杀了他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现在是设圈套想害我，
我没想害你，警察一定会这样设想，很多人见到了，啊。凌峰，你害不了我，我告诉你。我认识很多律师的。律师？我就是律师啊。老弟，你看看你现在西服笔挺的，有很多的钞票等着你去享受呢，是不是？20年你也花不完的。那老弟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为你效劳，大家做个好朋友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当我是朋友，袋子绝不会漏出去。哎呀，正儿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约了我们3:30嘛，都快4点了，还没回来。嗯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哎，阿正，想谈什么？很久没见了，好吗？阿正，你怎么把这个人带来了？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人才，人才是一间公司最大的资产，所以我谢谢你，麦兄。别言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一起做点事情，现在有机会了，是吧？阿正，这件事我是绝对不会赞成。大哥，请凌峰过来，我想让你不要太辛苦。公司里上上下下什么事都是你管，你到底不是铁人呢，我这个弟弟看你劳碌也心疼嘛，就让他帮帮你了。阿正，如果你真的请他进来，我第一个辞职。麦生，怎么你们公司的行程架构这么混乱呢？你生意全员的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出去吧。请你先出去，我等会儿再跟你谈 ，OK？ 你究竟搞什么鬼？大哥，你答应我这一次，让我请他进公司，职位不会比你高。你请谁进来我都无所谓。假如你要是把凌峰请来，绝对不行。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你不是不知道吗？他以前害得程真那么惨，你知道的。还有雄风那么大的公司，他都敢玩弄权术，你想想他是什么人呢？哎，我不管，也不需要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只知道他有头脑，他很能干，会帮助公司赚钱，这就够了。你也说过做事要公私分明吗？阿正，你是不是有苦衷？有什么苦衷啊？请个人来难道也有苦衷？我现在让你马上叫他走，公司绝不能用这种人。大哥，你听我说。大哥，你不要忘了你爸爸生前怎么吩咐你，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听我的意见。喂，你现在当我是什么？你当我是傻瓜？公司我有60%的股份，这些心里话我早就想说出来了。我觉得在公司做得很不开心，知道吗？我很窝囊，什么事都由你做主，我不能有一点意见。总而言之，关于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这样了，我决定了。你讨厌他，你可以不跟他合作，行了。我请他进来做我的私人助理 ，OK？ 阿成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。阿银。私人助理难听点吧，做就做，不做就算了。你倒是聪明啊，这么快就想到了，主意不错嘛。你喜欢哪天上班就哪天上班。哎，等等，私人助理是吧？私事公事都跟我有关系。去了这么久，哎，先喝杯茶吧。回来了，阿正，你回来了。哎，阿正啊，阿正啊，严哥等了你一个晚上了。好好，有事明天再谈。喂喂，你怎么这么对严哥？关你什么事？哎，没一点礼貌吗你？阿正，我想我以后不会再给你任何压力，你喜欢怎么做我都会全力的支持你。那你想做有线电视的计划呢？没问题，
我只想你听我一句话，你听我的话，千万不要让林峰跟你在一起。如果你想做董事局主席呢，我看都没有问题。下次开股东大会，我会提出来。做不做主席，我自己也能提出来。问题就在这里。哎，阿正，阿正，新月华去年的盈利的增长率是21%。那以上我的报告呢，照我们来估计，新月华呢应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。我对新月华在内地发展计划有一点保留。虽然说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大陆的通胀速度不会来得太急，但是呢，正所谓预算案还没有公布，没公布就是没人知道啊，省港两地有些什么正所谓什么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新月华在内地的发展计划应该暂时不要进行了。你对林峰有什么看法？我真的看不出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如果他只是想挤进 MIL 找份工作呢，公司能给他多少薪水呢？我认为阿正给他的薪水一定很高。他不会就这么容易满足的。说的是他的人品怎么样，你和我都很清楚，他怎么会老老实实的做个职员呢？我担心的是他是想利用阿正对他的信任，暗地里在公司施展阴谋。你这次到 MIL 来究竟想搞什么鬼？有什么搞鬼的？我只想有份固定的工作，我没有想搞什么。我今天来是想提醒你，如果你打算在阿正的身上打鬼主意，另有企图，那你打错算盘，因为在阿正的身边有我保护的。是吗？我真不明白，怎么你会变成这样的？上次你在雄峰被人家让警卫押走，又让人打了一顿，你还不知道错？我看你是死性不改。我就是为了上次的事跟你过不去，怎么样？我坦白对你说，麦守正是一个金矿，你别以为我傻，你想包围他没有那么容易。林峰，哎，你别再跟我啰嗦了啊！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你还是回去多花点时间保护你的干弟弟，不然的话，我一定会教坏他的。我绝对有办法使他相信我。到时候你去街上要饭去吧。知青啊，嗯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以前对阿正要求的太高了一点，而造成他有一种不必要的压力？他还年轻啊，有很多事都没经历过。我觉得他这次被林峰利用，我要负一部分责任。话不能这么说了。我总是在想着，我真是对不起阿正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他还年轻嘛，一个人的长进要靠自己的。有很多事情别人是没有办法帮忙。还有了，这次的教训对他来说应该是件好事。但是不知道要付出多大代价。那值得吗？也希望这样啊。啊，对了，嗯，你二哥的事怎么样了？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？没有。假如真的是绑票的话呢，早就应该打电话来谈赎款了。爸爸最近心情很差，随时随地他都会发脾气。别说跟他谈这件事了，根本就不敢接近他。你哭什么？一天哭到晚，哭够了没有？你有人信吗？儿子失踪这么久，你一点都不担心？哦，我不担心，就你一个人担心。如果我不担心，儿子就不用跟警察联络，不用出100万的花红了。花红，花红，花红有屁用啊！那些警察没有好处，怎么会热心帮你去找啊？你多给点钱贿赂贿赂不行啊？花钱贿赂警察，你是不是想我坐牢啊？神经病！我知道了，阴阳是我生的，你当然不理了。如果失踪的是芷晴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你早就急死了。你莫名其妙，别在这啰嗦了，快上楼去。你以为不是吗？我没有说错，
我告诉你，钱是带不进棺材的。你真是发疯了，我叫你上楼去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说你疯了，你才疯了，真是偏心呢。爸爸。什么？你不要这么大声跟阿姨吵嘛。一个个都疯了。公司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这样说话也快疯了，知不知道？谁想你哥哥不回来了啊？我怕你辛苦嘛。我不辛苦，现在公司上了轨道，我可以不管了。我最辛苦的是为了你，还有你阿姨。Daddy， 你还没吃饭？陪爸爸去吃饭。我在天香楼订了位子，那里小菜很好吃的，好吗？啊？芷清啊，来试试我的手艺怎么样？动手。现在应该怎么样啊？Daddy 啊，其实呢，我那就是不配我吃饭了啊。不是，那我看这样好了，你留在这儿吃饭，阿姨好不好？好。Daddy， 哎，你不用在我面前做戏了。芷清，我看我走了。你走什么呢？你没做错。Daddy， 你留在家里吃饭好不好嘛？我走了。Daddy 呀，你尊重一下我跟我的朋友好不好嘛 ？Daddy 呀，芷清，真对不起。要说对不起的不是你，怎么会难听呢？我现在好听点叫做私人助理，不好听就是跟班。我来这里是想做出点成绩给洪卫东看。做你跟班和没有工作有什么分别？我怎么出头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出头。喂，你怎么出头跟我什么关系？我已经尽力了。你帮帮忙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又想玩什么把戏呀你？我想你开除营业部的胡经理，我坐他的位子。神经病，人家又没做错事，怎么开除他？你真傻。你是我的老板，我绝不会让你难做的。你自己看看吧。这什么？就是你说的不能开除的胡经理，他私受回用的证据。可是你干什么？我叫他来见我呀。你怎么会这么笨呢？你是公司的大老板，开除一个人何必自己动手呢？等公司开例会的时候随便吩咐一下。开会大哥在场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早晚会让他知道的。现在公司换了个经理，你不可能瞒着他。好好好好好，开会再说，开会再说。我有个小问题想提醒大家一下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在正式开会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想宣布。我决定辞退胡经理在 MIL 的职位。麦先生，为什么要辞退我的职位？各位，这份就是一年之内胡经理未经公司同意在外边收受回用的证据。叶先生。麦先生，我想和大家说几句话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需要再说了，请坐。至于胡经理的职位，我决定由我的私人助理林先生取代。麦先生，这么重要的职务我恐怕不能。没试过怎么知道呢？论资历论经验，我说你行就行。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？OK， 没人有意见就是一致通过了。我们继续开会。我反对。岳先生以什么理由反对？因为林先生只是刚刚加入 MIL， 对公司内部的运作还不是十分清楚。岳先生，做事要靠能力，不是讲资历。如果讲资历，一个做了20年的信差也可以做经理了，是不是？林先生以前在雄风做什么职位，相信大家很清楚。那么大的公司他能管理得好，那我可以相信岳先生反对的理由绝对不够充分。不错，林先生以前在雄风做的职位不算太低，可是如果当时他能够安分守己的话呢，就不会被人赶出来。那你杀过人坐过牢，你可以重新再来，为什么他不行？
精神一点好不好啊？让人看见你这样怎么行啊？你是公司的大股东啊，不要影响我，我完全靠你了。过几天我介绍几个人来，没有问题吧？把领带打好再出去，事情多着呢。尔正，你不要再喝了，是不是要喝醉你才高兴啊？别耍我，玩死我！现在怕什么？叫你别再喝了，你怎么不听啊？我对不起大哥，我真对不起大哥。阿正，不如去告诉严哥，总比那个坏蛋耍你好啊。告诉他就更害我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也没办法解决。我问过很多律师，如果闹上法庭啊，最少要判20年。我现在被他控制着，被他整，给他点好处，我还有小小的希望，等以后有机会摆脱他。那你也不要每天喝酒，很伤身体的。哎，我现在就像鸵鸟一样，算我走运呢。警察还不知道洪英阳被人杀了，如果让警察查到了，就算警察不找我，洪贵东也要杀我。希望尸体一辈子也找不到。昨天晚上刚下过雨啊，今天还来爬山呢。哎，已经十几年了，不来不舒服啊。哎，前面很滑，小心点啊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哎，走走，好滑。哎，小心点啊。你知不知道啊？昨天晚上看电视没有啊？昨天晚上我们后面山泥倾泻，是吗？哎，你看那边，好像有事是啊！哎呀，有事是啊！是啊！快点报警啊！快点报警！快点报警！报警啊！爹爹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洪先生，洪先生，验尸手续已经办妥了。洪先生，洪太太，请跟我来。洪先生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尸体被人发现了，应该没事的，不要自己吓自己嘛。怎么会没事呢？警察早晚会来调查我们的。你不要这么紧张嘛。我看我们走吧。你要先冷静一下，看你这个样子啊，更会引起人家怀疑。麦先生，麦先生，刚才有两个警察来找林先生。现在呢？现在在 office。哎，老弟，哎，先等等啊。哎，老弟，我现在跟两位警察去警局协助调查。公司的事你帮我照顾一点。要照着我点儿。你要照着我啊。放心吧，
还没回来。问什么问这么久啊？警察会不会以为他是凶手？不会的，凶手根本就不是他，是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呀你？我是害怕警察逼得他太紧，他会把你说出来。他还要靠我吃饭呢。你说过了，谋杀要坐20年牢，他会替你顶罪吗？怎么办？我能够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完全是被动啊，小弟。如果他要真把你说出来呢？警方一定要证据，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个录影带。如果那个袋子在我们这儿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他一定放在家里。OK， 就算是我们找不到袋子，林峰这个人阴险又有野心，他进你公司绝不会只想做一个职员就算，他一定有不良的企图。只要我们找到他的犯罪证据，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要挟他。先把这个号码弄好。你一看见林峰回来，马上就按这个钮通知我下来。你千万不能离开，在这盯着。OK。我在警局没把你说出来，你到我家里干什么？啊，干什么？那我告诉你啊，林峰，干什么你？今天我要跟你摊牌，否则我就不来。既然来了，就不怕你。今天晚上咱们把事情谈清楚，以后你别指望在公司里面耍花样。想谈什么？你说出来啊！现在有两条路给你，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。生路呢，你收我3000万，马上把袋子给我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。3000万，哦，那么子龙呢？你应该知道我的出身，我扔1-2百万出来，就会有很多人能把你干掉，到时候你一分钱也没有。我真的很害怕哎。啊，3000万，喂，8000万好不好？那，林峰，你说的啊，8000万，老孟，想拿袋子是吧？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拿去啊，拿去，拿去，拿呀，拿去啊，拿，拿不拿？拿呀，拿去，拿坏我的东西，是想要袋子？是不是想要袋子啊？什么袋？啊？袋子在这儿啊，吃啊，吃了它，吃啊，吃，跟我斗，斗啊，斗啊，啊，你耍呀，耍啊，吃啊，你吃，吃，吃啊，马上滚！站住！给我站在这儿！我叫你把裤子脱掉，让你记住这次的教训，别再给我耍花样，你别想吓唬我。脱，脱，脱呀！你脱不脱啊？快脱，脱，脱，脱呀！脱。
换件衣服，洗个澡去吃饭。阿正，阿正，你说句话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被那个坏的打成这样。